先生，请问你是叫欧阳叉刀、啊、公司今天好想介绍贷款套餐，不必担心，希望你用少少时间啱啱坐到你食饭，恳请讲低几点先啊，运翻你。交用钱要有礼貌，气质人先。豪马两大子，还欣赏大成角星子，挨到了六字，戴上面提背靠着衣，坑路反复千次先知，没人理似绿波的唱机，要吃百家的怨气，试过有宅男在戏弄我，试过有神婆闹我食蕉 ，OK， 试过有神婆。学就乱叫，继续致电，继续友善的苦笑。Hello 先生，请问你是叫司徒赞吗？公司今天好想介绍贷款套餐，不必担心，希望你用少少时间，啱啱坐到你食晏。再揾翻你，阿伟 ，Cameron， Keeper Ricky， 打麦啦！各位观众，来拍手掌！豪通插来。套款个字也会裂开，经理却偏一概不理，在乎哪个最后有客就 OK。 谁教我去生吞怨气，两次有毒男在侮辱我，四次有中女闹我伤心，五次有暴民狂躁乱叛我，就继续致电，继续友善的口吻。先生，请问你是叫西门马吗？公司今天好想介绍贷款套餐，不必担心，希望你用少少时间，啱啱坐到你食晏，恳请讲低几点先啊，再搵翻没人理，似绿波的唱机。会有谁人觉差异？